我喜欢木地板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天然的质感，古朴自然，温馨舒适。特别是在开了地暖以后，室外冷风呼啸，而我们的室内的话温暖如春。我们逐渐养成了在家里打光脚的习惯。打光脚的习惯再加上我们家地毯比较多，总是怕鞋底把地毯给蹭脏了，所以光脚更安心。但这个习惯就有一个要求，家里的地面要随时保持干净。不过呢，对于200平米的房子来说，打扫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费事的。于是乎，我们找到了一款扫地神器。太 out 了！实际上这个产品的话，早就已经出现了，只不过呢，我们以前家比较简陋，没有去了解过这个产品。于是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这款 Shark 履带洗地机 E3。主角粉末登场。你的助手来了，腰不用弯，手不用湿，你就把卫生打扫完了。你以前也没有湿过手弯过腰啊。由我来演示一下到底这个机器最有效果如何。我觉得它在带着我走，我都可以揣着包包里边这样子拖地。这个是我看到过拖地最有腔调的男人。他前方的抹布一共有506平方厘米。啥意思啊？他前方和地面接触的面积更大，清洁效率更高。反复的这么一小块抹布这样拖，因为这个是履带式的嘛，下面清洁的时候他上来就可以把它清洁了，一边拖地一边清洁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已经看到那个脏水跟干净的水了。对，后面是干净的水，前面是个污水箱。脏水，老板要不要来感受一下？好吗？这个洗地机不能够去洗地毯。哦，那当然了，他拉着我在走，带狗散步的感觉。哎，很省劲。哎，帮我们省了很多事情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确实。来，小门儿，这边还有人回，大声一下。刚好我们家已经决定要给小朋友买一条金毛，这条机器的话，到时候会很适用。Shark E3洗地机有99.99%的防缠绕功能，所以以后清洁起金毛的毛发以及 Chris 的长头发都会更加的顺畅。Shark E3能够杀死99.1234%，四个九，99.9999%的细菌。那你还不说100%？世界上没有100%的东西。你不要跟我杠，你要杠精。它为什么要用电解水啊？电解水的话自带杀菌功能啊，同时这个机器有32个细小的喷水口，它能够迅速的把这个抹布进行均匀的润湿，保证一直在用干净水进行清洁，同时它的污水就会储存在前面的污水箱里边。墙角怎么办啊？那我给你演示一下，这台机器能够做到无死角的清洁墙边。它前方的话是没有任何遮挡的，抹布的这个履带能够紧贴墙边，任何死角打扫的干干净净。它有3种模式任意切换：智能模式、吸水模式和除菌模式。Shark E3 还有2种清洁模式，一种是快速自清洁，一种是深度自清洁并烘干。一般我用深度的比较多，一次性自动烘干滚刷、管道污水箱、HEPA 滤网，拒绝发霉发臭。镜头来看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很干净了，但是打扫出来以后还是有这么多的渣渣。哦，我刚才吸进去的头发呀，清扫完以后就把污水箱的污水倒掉。Chris 说得好，科技改变生活，这个是个净水箱，装这种自来水就可以。我们就自清洁吧。用完洗地机，我们在家里就一起打光脚。